这是我们第三年办离山艺术节了啊。那跟往年不太一样，我们分两头进行。第一方面呢，我们先前呢就已经在整个的和平区不同的学校，我们先来进行了校园的彩绘啊，那就是由艺术家，我们大墩美展的艺术家带领的学校的师生来进行创作。那另外呢，我们在艺术节本身的动态活动呢，会集中在从24号平安夜开始，连续5天。那配合呢，我们这次在百年周厅的光雕，所以我们也先把光雕呢带到了骊山的耶稣堂。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现场，除了骊山国中小之外，我们从骊山国中小到耶稣堂中间呢，还有一个星光大道。所以到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摊位，还有呢，我们会在耶稣堂办一个耶诞大餐。在耶稣堂前面呢，就会来一个光雕，在耶稣堂让它化身成为一个会动的而且很可爱的耶诞老公公或者是原住民啊，所以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部分的 demo。 那总之呢，希望透过比较不一样的艺术的呈现形式，让骊山地区的民众、小朋友还有呢上山的观光客，大家可以共度一个欢乐的耶诞节。圣诞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因为就跟往年比较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会把很多表演团队以前带上去，但我们这次都是以光雕为主，所以呢，那一天的晚会除了光雕之外，还包括像我们的那个光影的艺术，或者是像一只光之龙。就是那个舞龙舞狮，但是是用光影 LED 的方式来呈现。总之呢，这次叫光临骊山，就欢迎大家光临骊山，也是呢这个光雕艺术到来了骊山，希望呢小朋友能够有不一样的这种艺术的启发。所以往年可能以表演艺术为主，那今年是视觉艺术为主，表演艺术为辅。